今天就直接是尊养鸟嘛，今天就讲狗头。狗头就是卫兵，我们这边你不知道那是狗头，我们给他看侧面，比较侧面样子。我就一直那种古埃及的那种狗头，有没有？小猫，那它的名称叫做……我说我们上一集讲鸟人哦，这里讲狗。那狗的话，它就是叫做卫士。但是卫士跟卫兵有差，所以就这边就叫光影卫士。关于你的模糊的笑话，你在你人的身上的写歌曲的东西，是不是有你？当我最后一张照片，我们陌生，只是陌生。